道抖音吗？知道。那你们对于抖音有什么想法？就没什么想法。没有在看抖音。对抖音有什么想法？他那边拍抖音。所以你自己有在拍抖音？我不会 po 上去。我数到三，你们一起讲，你们对抖音是喜欢还是讨厌？一、二、三。那个。为什么会没有感觉？因为喜欢的喜欢，对对对，喜欢的就喜欢，啊不喜欢就不喜欢，就对啊。同学，请问你知道抖音吗？知道。你对抖音有什么看法？没。你知道抖音吗？嗯。那你对抖音有什么看法？看人吧，看人怎么去玩那个东西。那你自己是喜欢还是讨厌？也是看人，如果那个人他做的效果没这么好，又硬要拍，那我就会觉得很蠢。请问你知道抖音吗？知道。那你对抖音有什么看法？就是拿来占空间的，我把它删掉了。好，那我想请问你自己对于抖音，你是觉得喜欢还是讨厌？我觉得就是一种流行吧，我个人是还好。那你有拍过吗？我有拍过，我个人是还好。有特别喜欢哪一个抖音的网红吗？我喜欢小五，我个人是还好。像那什么，社会摇那种。那你可以示范一段吗？哦，不要，不行。那种，我个人是还好。请问你们现在几年级？国二。那你们对抖音有什么看法？就有一些不知道怎么讲，不会不好，就有一些会很吵。那有特别喜欢哪一个抖音网红吗？安妮。那你可以大概模仿一下安妮的抖音。不要。你知道抖音吗？ Yes, I know. It's come from the China. You know, 抖音 is 抖抖抖。阿姨喜欢看抖音吗？阿姨 ，it's like the film, the 影片 ，but sometimes 抖音 is too noisy. You know, okay? 阿姨自己有在拍抖音吗？No, I never because I'm lazy and I don't like use my brain.Yeah, you know. 好，谢谢谢谢。就这样而已。同学，你们现在几年级？国一。请问你们对抖音有什么看法？就很看起来就很无聊。无聊的时候会玩，无聊的时候就会玩。就会玩。所以你自己有在玩抖音？有。可以现场为我们来一段吗？请问你们几年级？高二。那你们对抖音有什么看法？先这位灰色同学。我吗？就是，很多人展现才艺吧。那这位红色同学呢？有一些影片蛮屁的。你是喜欢还是讨厌呢？蛮喜欢。那请问你自己有特别喜欢的抖音网红吗？还好，都没有特定的。自己有拍过抖音影片吗？有。你想要宣传一下你的抖音？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好，我们是早安少女团。我想请问早安少女团，你们对于抖音有什么样的看法？不会去看，可是也不会排斥。尊重他们，可是我不会去拍啊，我有时候会看。你有特别看哪一个抖音吗？没有，就好笑的会看。真的就是社群媒体吧。有时候觉得他们拍的那个技巧很酷之类的，就会去看。那你自己有拍过抖音？没有哎。我们下回见。所以想请问你们现在几年级？高一，请问你们知道抖音吗？知道。请问你对抖音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很无聊。你知道抖音哦，就有些蛮好看的，跳舞的那种。你自己有拍过抖音影片吗？我没有下载，从来不下载。你一直坚持到现在，你都没有下载的原因是什么？就觉得太多人拍了，就觉得有点反感。你自己有没有拍过抖音影片？没有。所以你是有在看抖音的？没有。你手机有下载抖音这个 app 吗？没有啊。那你刚刚是你看到哪里有抖音？我看人家在看。你看人家在看。对对对。然后你就偷看。嗯。好，同学，我想要先请问你们几年级？一年级，高一。你们知道抖音吗？我知道啊，知道。你们对抖音有什么看法？还不错啊。有点无聊，有些还蛮有创意的。他们都一直拍同样的影片。请问你们的手机有下载抖音这个 app 吗？没有。有。有，然后你讨厌。对，因为我也好久没开过了。那为什么不删掉？我就忘了删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开放时间把手机拿出来删。没有了。好。你们现在几年级？
高二。那我想要请问你们知道抖音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我妹妹也会拍。那你要不要我们给你十秒钟的时间，帮你妹宣传一下你妹的抖音账号？哦，我不知道，她才国小三年级而已。你对于国小三年级的学生在玩抖音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？无法理解。你可以对这些玩抖音的小学生说一句话吗？不要浪费生命。那我想要请问你自己有在看抖音的影片吗？有，有在看。特别喜欢看哪一个抖音网红的影片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看到漂亮就。驻足就停留下来，就驻足。对对对，自己有下载抖音这个 app， 有下载，阿东拿来看，没有没有拍，没有拍。对，他讲真的讲假的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拍一部影片。等一下，这边说讨厌的，然后自己有在拍抖音，不是不是我拍的，是我们只是有录影而已。让你们宣传一下那个建国三路，请搜寻建国三路。对于抖音，你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很低能。有看过什么样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抖音影片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因为都很低能。没有，没有特别去看。同学想要先请问你几年级？高一。那你对抖音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我觉得蛮赞的，一滑可以滑很久，然后很多人都蛮有趣的。你自己有特别喜欢看哪一个抖音网红吗？叨叨。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叨叨在做些什么？叨叨在做一些很贱的事情，例如说他会去一家商店，那位小姐会跟他说，哎，帅哥你要买什么？然后叨叨就会跟他说，我没有买东西，我只是想听你喊句帅哥。同学，我想要先请问你们几年级？高二。那请问你对抖音有什么看法？还蛮有趣的啊。有特别追踪哪一个抖音网红吗？我不知道他名字叫做什么，但是你有特别追踪，就觉得他很帅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同学，我想要访问你现在几年级？专科二年级。那你对抖音有什么看法？不予置评。你自己对抖音你是觉得喜欢还是讨厌？还好，一半一半，有些蛮智障的，就感觉观感不好，年龄偏低。如果要让你给那些拍抖音影片的小朋友说一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好好读书。你们现在几年级？高一。高一。你们知道抖音吗？知道。那我想先问我们这位看不到的同学，为什么这么开心？你对抖音有什么看法？很多搞笑的影片，很多人都会拍抖音。那你们自己对于抖音是喜欢还是讨厌？喜欢，还好吧。你自己有拍抖音吗？没有。那你有认识拍抖音的朋友吗？有，就那一位。哦，那位朋友会拍抖音。你对他的抖音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他的抖音哦，很抖啊。很抖。同学想要先请问你几年级？高二。对于抖音你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就是上面很多低能。抖音现在这么红，然后这么多小朋友在拍抖音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我觉得它可能会让人心智年龄降低。那你可以对在拍抖音的小朋友们说一句话，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？赶快删掉你们的抖音。就这样。就这样。你们今年几年级？国一。请问你们知道抖音吗？知道。那你对抖音有什么看法？都是一大堆人在耍自恋。我觉得算是现在蛮流行的一种东西，很多那种国小生在上面有一点不好说。如果让你对于这些国小生说一句话，你会想要对他们说什么？好好读书吧。请问你自己有拍过抖音吗？这位戴墨镜。我是有拍过一小段，但是后来把它删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太智障，真的。国小生真的不要玩，真的会沉迷，真的。你们几年级？高二。请问你们知道抖音吗？知道。你对抖音有什么看法？不会拍，但是我很欣赏他们的勇气。你对抖音有什么样特别的看法吗？他们真的蛮有勇气的。那如果让你们对拍抖音的小朋友说一句话，你们会说什么？加油，你们很棒。然后请问同学，你们几年级？高一。你对抖音有什么样的看法？都是一些屁孩或八加九，有些很骚，就是很骚，但有些又很有意义。很有意义。耶、yeah ！你觉得他很智障，那你有把他的 app 删掉吗？没有，因为可以看一些稍微有一点点建设性的东西。比方说，就是那种语录，看起来，可是语录好像也很屁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四肢派。同学，请问你们几年级？高二。你们知道抖音吗？知道，很洗脑。他有在拍？没有，就是觉得没什么不好，就有人会在上面批评。我觉得这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去表现给别人看这样。你有没有一句话想要对拍抖音的人说？就加油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而且说不定也可以爆红，被人家发现这样子。都在抖音上看什么样的影片？就是无聊，无聊就这样，学便滑，学便看这样。你们有团名吗？有辣妹。好，太棒！用到用到。来，三二一，大家好，我是英雄辣妹。
你对抖音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就是很屁啊，上面很多帅哥，屁还很多，然后加酒妹也很多，然后帅哥也很多，大杂烩非常可怕。我是里面的帅哥，就是很尴尬，就是看那些人就是觉得他们在耍智障，不知道在拍什么。现在有非常多小朋友在拍抖音，你们要对这些小朋友说一句话的话，你会说什么？加油呢！不要太皮，赶快读书吧。你们真的很可爱，不要再耍智障了，长大就会觉得自己很丢脸。你们有没有跟观众说一声再见？好，我没有手，我没有手，可以帮我拿吗？好，我帮你拿，帮你拿。一二三，拜拜。